美盛剧场花子与安妮，出生于山梨县贫困农家的花子，个性开朗乐观，即使饿肚子也努力上学，在家人千辛万苦支持下，得以获得教会补助，进入东京名门女校就读。しっかり精進して、未経してやるだぞ。更从此爱上英语，一步步朝梦想迈进。经历东京大地震和二次大战的试炼，早く行かないと危ないよ。华子坚毅走过动荡的年代，他不仅成为儿童文学作家，更翻译世界名著《红发安妮》，带给孩子们梦想与希望。美盛剧场《花子与安妮》晚间9点与您相会。